华为手机能挡住子弹吗？第一次设计测试，把最好看的白色的魅人60 Pro 绑在了钢瓶的灭火器上，使用 1.22 口径的手枪，距离12米左右来进行测试。3、2、1。哇！第一枪穿透了手机，打中了后盖的左下方。第二次射击将距离拉长到了20米。2、1。这一枪子弹打在了手机摄像头的正下方，很遗憾穿透了，不过亚克力只是受了一点轻伤。虽然手机没有挡住子弹，但是值得称赞的是，哪怕是子弹打穿了机身，都没有出现起火或者燃烧的情况。